手游酷玩。早上好，亲爱的小坚果。最近每次刷牙都觉得恶心干呕，我还是来医院看看吧。大夫，我最近刷牙总是恶心干呕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刷牙恶心干呕，那是慢性咽炎的症状。一个月后。怎么吃了那么多的药，就是没有效果？刷牙的时候还是恶心干呕。是不是牙刷有什么问题呀？恶心干呕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